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土鬼游戏桌。那么万众期待的拳王15最新一季 DLC 的队伍出现了啊，这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噬魂队啊，来自噬魂小的队伍。我们现在看到是霸王丸，对，熟悉噬魂的朋友啊，都会明白他啊，叫做霸王丸。其实他比较公本武道啊，我知道喜欢玩王者朋友感觉他是公本武道，但是他确实不是公本武道，他是霸王丸，好马肉。这是他的招牌招式啊，刚破，追加一闪。SNK 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，在9月27号晚上啊，突然官方放出了预告片，可能是迫于 G86 的一个压力吧。好，这是霸王的超杀，我们看这是他的顶点超杀，两刀之后把对方吹飞。这个技能以前好像没有太见过。那么现在是看到的是来自纳克鲁鲁，伴随着妈妈哈哈的一个陪伴。招牌的技能啊，流风之舞还是依然存在，差距感也有。这是他的超必杀技，我们看这是两气超杀，一气带两气取消。好了，顶点取消。他的顶点超杀我们看到是一个全新设计超必杀技啊，跟着妈妈一起进攻啊，旋转攻击。那么最后一个角色就是达利了，这是来自噬魂小原创的一个角色，人气角色达利，使着一把带着锯齿的兵刃，他也是海盗船长。喜欢噬魂的朋友，喜欢拳皇的朋友，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队伍，不知道他们的性能如何。毕竟是花了钱的角色啊，应该比免费角色还是要，对吧？比之前角色还是要性能强烈嘛，希望能够替代克隆库拉，成为新一季玩家的一个优选。是他的顶点超必杀技啊，非常霸气啊。OK， 那么拳王15最新一季噬魂队将要于10月4号正式上线啊，10月4号大家一定要更新啊，关注噬魂，关注红龙哥啊，关注拳皇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